美女你好，你好，你去哪里啊？我回家。你要不要坐车啊？还得骑这么多东西，挺累的，走路。哦，没多远，前面就到了呀。没事，上来吧。你看骑那么多东西，一个女孩子。放心，我们不是坏人，上来吧，没事的。看你呀，就像坏人了。哪里像坏人？你这话说的，上来吧，没事，我们不是坏人，你放心。你不会把我卖了吧？不会的，哪里这么大个人，哪里卖得掉？那现在可说不准了。啊，谢谢了哦。我问一下，要不要钱的？不要钱，要啥钱呢？免费帮你送回去。有这么好？你们跑这山上干嘛呀？这山上什么都没有。我们找美女，找土鸡。土鸡呀、啊？嗯，现在美女找到了，只差土鸡了。土鸡。你们家有没有土鸡？我们家有土鸡，但是不好抓哟。不好抓呀？对。那个问题不大，我是专业抓土鸡的。你呀、啊？那是不是我们土鸡真的不好抓，在山上跑哦？下面有一个鸡场，可以在那里去抓呀。鸡场的鸡不正宗。我这年都快过完了，你怎么才来看你爸爸呀？因为我明天就要。出去了，上来看他一下吧。哎，门怎么锁了？是我爸怎么没在家呀？是去哪里走亲戚了，还是干活去了？不知道，我给打个电话问一下呗。啊。喂，爸爸，你在哪里呀？我回来看你那门锁的的。你在这里等我一下，我爸在上面在养鱼，我上去拿个钥匙。你们先坐一下，我给你们烧点水喝。不烧水了，我们先看鸡吧。没事，先看鸡，看鸡要紧。鸡在我们后山上去抓。哦，走，我们去看一下。鸡在这里面。这你们好抓呀？好抓吗？对，这个好抓。那我觉得它会跑。这个好抓。来，给你有一个这个，你拿个这个抓吧。不用拿着，那个太。这个好抓。哎呦，那真完了完了完了，那边有个洞，我必须要把它抓到，不抓到我就不回去。真的？嗯。那都看你的喽。嗯。这个鸡真的是不好抓的，真抓不到我。没办法了，这个土鸡我们今天吃不到了。是啊，抓了半天没抓到啊。哎，算了吧，土鸡你们今天不抓了。哎，我看你来喂那个大猪，我们看一下。可以啊。我看你这个猪还可以。是，我们猪这个猪是最大的一个猪。这么大呀？是啊。去，你要不要跟你爸说，把那个猪宰了你？可以。你倒是可以啊，但你爸还打你。那没事，我做猪。算了，宰猪就算了。嗯，那我们家有腊肉，我们煮腊肉吃。有腊肉吧？有，那行，那也行，吃啥都行。我们家腊肉，等一下我要开门，从那边开。我们家腊肉也挺多的。哇，你们这都是过年杀的吗？对呀、啊，过年杀的那个过年猪。那行，把这个安排一个也可以。可以，我先给你炖一个猪蹄吧。猪蹄不要了，猪蹄很好的，你看。我咬不动，不要不要猪蹄不要，哎，搞点腊肉就可以了。弄个猪蹄嘛。不要不要不要，真不要，挂回去，哎。我们放肆的生长只为了你回去一趟。这个美女怎么称呼你了？您贵姓呢？我叫刘英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哦，忘记自我介绍了，我是一名农村土鸡终结者。就你还农村土鸡终结者？咋了？你连鸡都抓不着还？不是，今天是发挥一点失常，再加上你们那个鸡太土了，飞得太快了。我觉得鸡吃不着，吃肉嘛哈。那也行。我们要不回理想，还耗尽了归途的光。一直到寻你的姑娘忍不住。你抱这个台干嘛？啊，烧火炒菜。那倒这么好。对呀、啊。这个我也是火锅。你会的还挺多的嘛。对。又是又会抓鸡，又会烧火。你火烧燃了没有？快点快点，马上就来了。天哪，你这鸡也抓不着，你还说成为火夫，连火都烧不着。我也烧不着呢，这咋整的？今天总是翻车呀、啊、今天。那算了，我还是我来吧。没有，我再试试。你这个真的是哪个都不专业。哪个都不专业。也曾流泪。辛苦你了，你的手艺挺好吧？手艺不好，刚学的。那不客气了啊！来，吃饭。来叫你爸爸呀。啊，我爸爸不在家。哦，他去跟别人干活了。对，干活去了。哦，那我们今天就我自己在家里面。啊，我爸爸碗都是拿着的。哦，没有，他
今天不在家。好，那不客气了。下次有机会还是上来。好，下次我一定把那鸡拔掉。可以，让那个鸡给你留着。对，你平时在家里上班还是在外面上班？在外面呢。在哪里上班？在那个广东。啊。多吃点，我不会炒菜。还是这么好，还不会，就要吃这个。多吃点霉豆腐，这霉豆腐蛮好吃的。对。太香了。多吃点啊。好好好。哇，吃的太饱了。你都没吃好。吃好了，真的，你炒的菜太好吃了。对，等会儿你，那你住还是要回去啊？我要回去，因为我明天要走。那正好，正好我们也下去，然后一起吧。那我们走吧。你手拿的什么东西啊？霉豆腐啊，送给你的。送给我的？对呀、啊。这是你自己做的吗？是我自己亲手做的，过年之前做的。那怎么好意思啊？没事。啊。还有一瓶给我，也给我。好。走吧，走吧，走。走吧，上车吧。